7月31日是杨超越20岁生日，晚间她通过微博感谢大家的祝福，写道：谢谢大家为我过生日，谢谢。最开心的是我爸爸的眼睛手术做好了，谢谢，爱你们，辛苦了。网友看到此微博后纷纷围观并留言送上祝福，称我们爱你，你要一直这么幸福，生日快乐，希望爸爸永远身体健康，生日快乐超越，愿爸爸和你都能够身体健康，平安喜乐。7月25日，杨超越在社交账号晒出自己和父亲的合影，并配文：哈哈，好久不见的爸爸，事实证明头小是遗传。照片中杨超越和爸爸并肩靠在一起，他还调皮地给爸爸头顶加了字可爱。粉丝见此纷纷留言：哇，岳父，岳父好，当初看过那个采访，感觉你爸爸特别朴实。近日杨超越还在微博晒出一张自己童年照，配文：珍藏了好久的，你们猜猜这个可爱的小朋友是谁呢？照片中的孩子穿着一身粉色婴儿装，戴一顶黄色帽子，呆萌看镜头。网友见此纷纷留言：杨超越真的是从小美到大，肯定是我们家超越这个小可爱啦。